你有卖过东西的经验吗？做生意真的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但是也有相对很高兴的时候，收到客人的称赞，或是下班时的打烊，边想着今天又过了充实的一天。但我小小的经验是，做生意什么时候最幸福呢？是完售的时候，比预想还要早的下班时间，就表示着我的东西受到了欢迎。所以为了新的一年开始，今天准备了一点特别的主题。这个怎么卖？60块。60块，一颗吗？一颗60块。那这个嘞？这个20元。20。这个好吃啦。这个好吃啦，哦，这个看起来是好吃的。那这个嘞？这个。이제조금있으면설날이잖아요맞아요就快过年了过年的话就会觉得要跟家人团聚的一种이미지있잖아요그래서별거아닌데그냥한웬난더过年보내기위해서주변에서우리가할수있는행동이뭘까있을까한번생각해봤어요근데어느날우리시장갔는데또할아버지가외로워요 엄청好像很孤独看起来好冷그리고진짜特别冬天이라서딱추울때고아침부터나와서너무작아맞아몇개없어그러니까좀많이있으면은오히려아뭔가장사가잘되는구나하겠는데너무작게나오셔가지고아침에네그래도떨이쳐줘서안커그리고하여이些些四季豆이런거너무없어요그래도뭔가좀외로워보여가지고우리한번이걸이제권인이기도하고할아버지오늘출근하자마자바로퇴근시켜버리기아이런행동사실하는자체는너무시원해전부이치200块可以吗？可以吗？아나这样我全部都买。谢谢。这个可以放冰箱吗？放冰箱。放一个礼拜要不吃。哦，好，那边，谢谢哦。谢谢。哇，엄청많아사실그때딱물어보니까예예써양바열스콰이이정도라고얘기했는데일부러한20원정도깎았어요만약에이게가격도깎지않고그냥한번에다산다고하면은자존심상할수도있을것같더라고왠지조금그런수수도있죠내가불쌍해보여서얘네젊은애들이그냥일부러사주는건가이렇게오해할수도있으니까네네일부러한20원정도깎아가지고우리가이제가격깎으면그런오해는안하잖아네네사실이제얼마안되는돈이지만할아버지한테흥정도하고그러니까한번에다사버렸어요아추웠어사실별거아닌행동인데한번뭔가따뜻하게그냥한번딱웃을수있는그런콘텐츠어머니한테준비일러권엔을이렇게따뜻하게시작하면찐니엔이따뜻하게보낼수있지않을까기대하는마음으로한번이렇게콘텐츠준비해봤어요네아니근데이칭찬이들이다상태가되게좋아好像是高山的高丽菜그러니까벌레먹은부분도크게없고되게깨끗해요刚刚那个附近的邻居说，那个里面它都没有农药的。그니까와이런것도我最喜欢很多。이런것도되게괜찮다엄청신선한데맛있는요리해먹을수있을것같아我们今天让爷爷早一点回去休息。지금몇시죠现在10:30。그러면이제할아버지가오늘아침에출근하셨는데설날이잖아맞아요그래서특별하게오늘출근하자마자바로이제퇴근할수있게갑작스럽게이렇게한번해봤어요맞아요늦게왔으면사실큰의미없을수있는데출근하자마자바로집에돌려보내기 그냥별건아닌데그냥오늘조금설날이니까그냥빨리집에돌아가야되지그러니까빨리들어와서쉴수있도록별거아닌한샤워샤워도컨텐츠한번해봤어주변에이렇게할아버지할머니들팔고있는거보면은그냥여기서반찬사는것도난좋은것같아요맞아요나중앞으로도좀보일때마다이런식으로사자好我们今天可以去加菜네자아이고예예我们可以拍一下照片吗谢谢